发射器。啊，我就发射器型双回旋的。它有回旋攻击，它有你换发射这个名字，还有必杀攻击，讲战斗开始，他说必杀攻击，他就打败天鹰战神了。他有这个盘啊，然后他这被他用，然后迷失神枪用那个魔也可以用那个必杀攻击，然后用打把那个天鹰战神打败。等一下，到底这样啊？那我是迷失神枪，不要滴口水好不好？那我是神力圣剑，神力圣剑很帅啊！这个是什么？这是狂野龙兽，这口袋就很强。狂野龙兽，这是暴风巨神。那我喜欢这个神力圣剑，神力圣剑，神。口水攻击，你要踩到会跌倒。战斗口水。战斗开始。你就是陀螺。等一下头晕了。他会不会头晕啊？因为头晕而。你踩在上面，可以吗？你可以踩在那个上面跳舞吗？不行耶！啊！换你啦！踩这个太痛哦！有两只脚！一只脚就好了，这个太痛了啦！哇、哦，阿弥陀佛！这是运动的。对啊，换你了，你用屁股好了。按摩屁股啊！你要赶快来按摩屁股啊！我在车里大便。哇，你在滚按摩屁股，好痒哦！战斗屁股，战斗，踩扁。现在我开始玩。玩什么？